这是什么意思？太坏了！太坏了！这酒店评分是？在Booking上评分9.5分，总体服务还行吗？这是很早以前，现在只有8.6了。 这逐渐下降是吗？这四楼，错了啊，大哥，哦对，往上走，换景，餐厅在顶楼。这个，对啊。大家看一下我们这70块钱酒店一晚的早餐，太便宜了啊，人均35，还带早餐。 我们住的酒店离河边不远，而曼德勒现今遗留的古迹也都分布在伊洛瓦底江畔。敏贡、石阶、英瓦是主要的古文明群落。今天要去的敏贡古城就在江对岸。我们在酒店租了个摩托，开始今天100多公里的行程。吃完早饭。 两次跟中间都生活，其实打台球的。对，非常娱乐。对，厨房。是。这应该就是餐厅吧？马路中间有生活，有餐馆，有那个他们的烤箱。有空间，还有养生处。对。反正就整个马路，感觉大家都喜欢看马路边。哦，有大哥，你好厉害！都喜欢靠着马路，沿着马路生活，就比较方便。是。 他们在这个中间还有工作的。其实你要说，对，有你看啊，有那个大桥，所以它会收费嘛，慢点。早出门就快10点了，现在过去1个多小时了，我们离敏贡还有接近2个小时的行程，我们到那儿可能估计也都1点左右了。想1点钟到，太天真了。 惊喜还没到呢，意外发生了。这怎么意思？太坏了！现在是我们走到一个寺院门前，就几个声音，那个喇叭。走这个寺院门前，结果轮胎爆了。 走不了，这边好像破掉了，想怎么办呢？因为离附近城镇还有10几公里，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。还有，现在往回走也就几百米吧，这边刚好有一个农家，我问了一下，就完全是用肢体语言在表达，我问他怎么来。 附近哪边可以修这个摩托？因为这个轮胎爆了嘛，就肢体语言沟通，既然他说他这边可以修，然后这样我过来看一下。就不知道能不能修好。这是老板娘，这边感觉是农舍，搭的都是这个竹席的那种棚。 啊，他还给我搬个凳子过来让我坐。来，坐坐吧。坐坐。坐坐。好，让我到这边休息一下。你来吧。要哪个门？我问完了，要哪门？啊，那么低。然后我们这边哪门？啊，对。好。 这样了不是，他的意思，，thank you， 他是路人帮我带路过来，他就回去了，到那边去了，然后这边是专门店家在，他就帮我修一下。我一晚上。
现在老板拆了半天拆不掉那个轮子，然后我发觉他是想把这个排气管给它卸掉。现在拆这个轮胎得有将近15分钟了，然而这个轮胎还是，这个师傅是没有任何进展。现在是夫妻协力来拆这个轮胎，看会不会有效果。这完全就是一个，真的就是拆使用自行车的地方，这边挂的全是自行车的轮胎。工具也是修自行车的工具。我先给酒店打电话，尝试的跟他们沟通看，会不会有效果？在那边摸啊，别的。我不装的。我狂了的。我们家的正常装。你哇，你买的啥呀，对吧？等了快一个小时，只拆掉了一个排气管，给酒店打电话帮忙也联系不上。就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，轮胎竟然拆掉了。就是那个地方。检查之后发现有两处破的地方，没曾想这位老板补胎倒是很在行。竟然修好了，谢天谢地，希望不要再出现问题。结束吧，拜拜。结束吧，真的结束了，整装待发，重新上路 ，Let's go。一番波折之后，终于到了缅甸最美的爱情塔——辛比梅佛塔。它是在200年前，贡榜王朝一任国王为了纪念难产死去的第一任妻子而修建的。由于造型酷似奶油蛋糕，所以也有人叫它蛋糕塔。这条路应该是通往这个塔的最顶部的，上面有人在敲钟。我现在往上爬，通到这个塔的最顶部。200年来，它屹立在伊洛瓦底江边，无数人慕名而来，无一不感叹这段动人的爱情故事。距离辛比梅佛塔不远的这片砖红色建筑，就是有名的烂尾佛塔——敏贡大佛塔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缅甸最大的烂尾工程，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烂尾佛塔工程。这就是著名的敏贡。当年贡榜王朝的那位六世国王，因为不甘输于泰国佛统大塔的高度，下令修建一座高达160米的佛塔。可10年后，他就驾崩了，整个工程只完成了1/3。此后历经多次地震，如今只剩下这片残垣断壁。佛塔前的两只石刻神兽也只修了个屁股，就此搁置。进到这个地基底下，发现这里边就光放了一个很小，几乎没有其他别的东西。
些当地的工作人员在这边。我们现在从侧面看一下这个，我们现在刚从敏贡，本以为今天的意外只有爆胎，没想到回程的途中又下起了大雨。下一站看一下，湿了一分零后，白话，稍微下去。在曼德勒附近的路上，就忽然之间就突然停电了，全球就停电了，就停电了，忽然间就什么都看不见了，真的就是，而且还在淅沥沥的下着小雨。今天的一天真的是，哎呦，太严重了，人生没有这么曲折的旅行过。年久，又是爆胎，又是淋雨，又是经历晚上停电，没灯，停电，车有问题，太夸张了。大问题，来过来帮，哎呦，叫什么来着？什么？你好。明格拉邦，朗格拉邦，朗格拉邦，明格拉邦，明格拉邦。哎，怎么玩啊？哎，就是吧，哦，这里，哎，别，我一秒钟就穿上了。OK， 好，练。OK，